后来我就想，紫檀买的挺多的，我想留点纪念吧。因为小的时候我也上过城门，东直门上我往下一看，哎呦，特别好看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哎，对，我说做城门吧，把这个故宫的请来以后，故宫说，嗨，你别做这个，这个钱就太多了，你要做这个顶盖一个城门钱还多，确实是几十亿。现在呢，我很想呢，早日的把这个老城门园，盖出来，啊，交给人民，交给国家，这是我一生中的心愿，啊，一生心愿，啊，将来我再走了，我都不后悔，我认为给国家、给人民留下了瑰宝。